早安，我今天要去槟城坐船，上古船，现在等着兄弟来接我。今天我们要坐小船过去槟城，连从小船才过去坐渡船去唱歌。 Brother 来喽，现在去上渡船不用戴口罩喽，只要带 IC 和钱就可以了。还钱不犀利嘅，大家我呢咪中，所以我讲七十几年。你个机得咁大笔资金流，系喺中国市场啊，被华为打掉。蒙光，错。城大桥一定是很堵车，这些车已经堵到外面来了，四周围塞车啊，幸好今天我们可以去坐 ferry 过去，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过大桥，把车停在北海的 ferry， 坐那个 ferry 过去就可以了，就是北海的渡轮新开放了，才刚刚不到一个月。我们现在要把车停在 Penang Central， 过后从那边坐渡轮过去。我们已经进入了北海 Butterworth。就把车停在这边里面。我们就是把车停在这里 ，Penang Central。过后从这边，从这里坐船过去，坐船过去就可以换大船了，渡船。这里的停车费是第两个小时3块，接下来每一个小时1块钱。所以我们把车停在这里，坐渡轮过去，那么就很快了，不用在大桥堵车。所以在大三角古林还有北海的人要过去坐渡船，这个方法是最好的。把车停在这里，头一个2小时3块钱，接下去每一个小时1块。把车停在这边很方便啊，车停在这里坐渡轮过去，这里就是 Butterworth 的 Penang Central。 对面就是槟城啊，我们渡船在对面了，看到了啊，终于看到我们渡船了，在对面而已，那么白色那辆把车停在这里，头2小时3块，接下去每一个小时1块。要上渡轮下来 Level 渡啊，轻轻松松过槟城，这边不用堵车，15分钟我们就可以到槟城了，所以不用堵车，太棒了。一步一步从这里过去，今天还是免费的，不用给钱。渡轮开放过后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坐，每半个小时有一趟渡轮。哦，在这里上渡轮，现在目前是不用钱的，所以就跟他拿 free 的 ticket。同学拿 ticket， free 的 ticket， 给完怎么先？
scan 一下就进了，不用钱。马来西亚政府多么好，给我们做不用船的、不用钱的船，一个月不用钱，应该是到九月七号。哎呦，我要放快脚步哦，船跑掉了，等一下。可以马上上船了，不用堵车，坐船到槟城，一路轻轻松松的上渡轮。这是以前的渡轮，上了渡轮小船去坐赌船，天下无敌。最重要是不要烂赌啊，输钱没有人救你的啊。太爽了，又不用钱，如果你骑摩托可以直接加上来。里面有空调，我两位 brother 跑去哪里了？快点啊，要关门了。你们要上船的时候就跟他拿这个票，暂时是不用钱的，好像是到九月七号不用钱。这是以前旧的船头来的，这里看到第一大桥，看不到堵车，但是桥上很多车。这就是我们上车的渡轮，就是载人和摩托而已。这最后一个人上了之后，他就要关门了。这是九点的船，关门喽。全部都给你们拍完了，看完了这个视频，你们就清清楚楚知道怎样上这个船了。开船喽！它的速度很快耶，我们车就停在这里 ，Penang Central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十五分钟就到槟城了。坐摩托过去也是不用钱的，我要去船头看一下了。我找不到两个 brother， 哦，原来藏在这里。现在我来船头拍视频给你们看。对面就是槟城了。
了船之后，从这里走路过去，直走过去，到这里很近而已，就用八分钟就可以到了，十五分钟就到了。坐船过槟城，轻轻松松，非常方便。不用堵车，没有压力。所以现在我们过来槟城上渡船，是用这个渡轮过来，非常简单。最重要是没有堵车，没有压力。来到这里还很早，可以慢慢的去吃早餐。我刚才看的时候，手表一下，十分钟的航程就到了槟城。刚才是九点开船的，现在是九点零九分，等他开到门来就九点十分，那么的话就是十分钟的航程而已。他们也摩托拜先下。开门喽！整个航程都给你们拍完了，所以你们上这个船很清楚的。他先给摩托拜先下，不然的话摩托拜撞到人，太方便了。快下完就到人喽。船一到之后就有人来清理船，两个清洁人工，小车也可以。好的，我们在里面。对，摩托完了，到人走了。哥布拉德来喽！坐船过来堵船，一点压力都没有，没有堵车，最大压力是怕赢不到钱而已。我们从这里走路过去堵船的码头，就可以上船了。估计是八分钟。所以用渡轮过来槟城是非常方便的。来到这里就可以上巴士车到整个槟城逛逛了，所以外国人来的话一样可以很简单的上船。我相信船费也不会贵的，最多是一块钱而已。马来西亚政府很好的，都是津贴的。从这里我们转右走过去就是渡船的码头了。我一路从头给你们拍到尾，很用心的给你们拍，所以你们看完这个视频肯定很清楚怎样从北海上来槟城了。下来之后又不会淋雨，直接可以上巴士车去到槟城的每一个角落。肚子饿还可以在那边买糕点吃。我们这边直直走，转右走八分钟就到了渡船的码头。这里还可以买点零食上去渡船。往这个方向行就可以到渡船的码头了。所以这里走过去，前面就是赌博的码头了。一路还可以看到槟城，美丽的槟城。看到这 CD 多，上去不用钱的，赶赶上。这些巴士很便宜的，上去不用钱的也可以的。从这里走过去，慢慢的散步，
五分钟就到了，都没有堵车。但是大桥很堵啊，刚才看了大桥最少要堵一个小时半啊。这里是以前我们开车来上那个渡轮回去北海的，一路上往这里走，很快很快就到。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下雨，下雨就完蛋了。这个这么好的地方浪费掉哦，我没有来做东西。这个地方很浪费嘞，如果给我可以来赚大钱呢。前面就是渡船的船头了。前面就是渡船的码头，我们用了22分钟从北海9点过来，来到这里9点22分。这里就是每一次我们开车过来就会把车停在这里的，所以今天不停这里了，停在北海。过马路要小心哦，前面直直走去就是我们每次吃早餐的地方了，在左边。看一下马来西亚的交通警察，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去动工，也没有商业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这里这个 building。前面可以吃早餐喽，渡船已经看到了。哦，到我们吃早餐的地方了。Hang on, voila！ 我们吃早餐的地方，要找个有风扇的地方啊，不然很热啊。走路走到半死，热到半死。我们来吃阿崩。阿崩完了，我们就去吃猪肚档。啊，猪肚档的啊，的，马干。等下别生气啊。嗯。就是等下啊，那你下边干对了。好。再来对，再边马干。哈哈哈！可惜啊。可惜啊。我们马来西亚再来对，苏沙那一度啊。mana？ayam sup。哦，你把ayam sup， cantik ni。7:30kan？对呀，先别干点鱼肉啊。呀，说得把20呢。说得把20，别干的。马赛克，来，过来，再来一次，不？4块钱水，这个7块半，11块半三个人吃到饱饱。其实不用吃太饱了，上到船上面10点半就能吃。刚吃的，刚吃的很饱了。这里新币才3块钱，三个人吃，一人1块钱就搞定了。再买咖啡啊！临近，我们这边吃饱了，也是自己把糖碗放到这里来，自己收拾。这是学到新加坡的美了。哦，我们要过去船头拿票喽。走回同样的路线去拿票上船。这里就是渡船的船头。拿到船票喽，要去检查票。检查好票喽，又可以上船了。
一步一步叫你上去玩。不是叫你去赌博啊，去开心就好。赌博是不能够的，肯定死路一条。这里比较凉了，没那么热了，外面好热好热。这里检查票就给上传了。过了海关了，可以进去了。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天堂，我们到了，但是千万不好烂赌啊！烂赌就是无路可逃，死路一条。这里很严的，赌场不可以拍。Restaurant 就没问题，任你拍。上来就有咖啡喝喽。等一下就给午餐好吃了。这里是上了年纪人的天堂，但是不可烂赌哦，娱乐娱乐就好。一坐下来就有咖啡好喝了，马上人家就服了。哇，有黑影了。不然我们在看股票啊。没错。可以抽几？抽几？我刚才我问了一下，今天有250人左右上船而已。10:20就拍吃喽，一定是给你吃鸡脚汤了，真的是鸡脚汤啊，吃了跑得快啊。我买了，我买了钱了。不是鸡脚啊，是鸡肉。开饭喽！有鸡有菜有蛋有鱼，一条鱼蛋还干的。这条鱼啊，炸到这么干啊，好像僵尸这样啊，僵尸鱼啊。不知道是不是中了那个日本的那个福岛的水，应该是啊，海上有毒哦。现在好吃好吃，吃饱了我要去楼上拍视频给你们看。今天下大雨啊，外面下好大好大的雨啊，上六楼拍视频。下好大雨啊，下雨的早晨。什么都受不了，下大雨上去拍视频也不能喽，下大雨。反正正水哦。再大，快点来哦，我的鱼子。
那个船摇来摇去，那个水摆来摆去，一直在堵在那边，一直堵在这边，现在在对面的，就到我这边的，但有些没办法，下大雨啊。当雨下不停啊，我还是进去里面比较好。倒回来肯定哦。回来这里喝咖啡比较好，外面下大雨。很大雨啊，外面什么都看不到，就跟看到海浪而已。看看我今天带了多少钱的赌本啊，350块，给了船费100，所以我的本钱是460，等下这边可以带回500块就好了，连本带利带回500块，那么我就赢60块就好。没有60块啊，如果变成500的话，只是赢40块就放工喽，100块扣掉不用钱。大多数人都去赌博了，就我们几个坐在这边聊天。现在已经是差不多12点了，坐在这边聊天，车大炮这么爽。哇，还在下雨啊！拉着一个人坐在这里啊，好长命的雨啊！刚才换了250块的纸码，赢了20块哦。350是我的本钱，留100块钱不要换。走过路过买20，中了我赢了20，玩了一手赢20，就上来听歌了。不是我不要赌啊，是怕输啊，明知道赌博会输了还要赌干嘛啊。本钱350，赢了20，就玩那么一手而已，看到吧，这边人多么开心。好 enjoy 啊，我们已经唱歌唱了3个小时了，唱了3个小时的歌，现在去吃饭喽。唱了3个小时的歌，现在要去吃晚餐喽。5点喽，要去吃晚餐。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。吃晚餐，吃晚餐，回到原位，唱了3个小时的歌，现在来吃晚餐。有粥好吃啊！看看我们晚餐有什么好料，还有汤。哇，丰富的晚餐啊。鸡肉，那鱼好香啊，这是配粥的。哎啦，下去看人家赌博了，不能坐在上面下雨就没事干。来买零食，唱歌，买一包花生配酒喝。这是船上的零食店，什么零食都有啊。乌当，对，买 Hex。 买去唱歌吃，
花生一包3.5元。还在下雨啊，又雨喽。雨停了。如果赌博这么好赢，就没有人要做工喽。我们要去唱歌，2点就可以开始唱歌了。那零食人家唱歌要吃的，那里是酒吧，喝酒的地方，想吃什么都有，这里就是那么便宜。我们来唱歌喽，这是我们的位置，我们来唱歌喽。差不多可以开始唱歌喽，现在1:50，我们在等唱歌哦，2点才开始。外面没有下雨了，嗯，唱歌要开始了，我们拿1号位啊。唱歌20元，一杯酒，买到2罐，1罐12元，全部是44块。后来。泡沫的才是人生啊。那个泡沫人生啊，喝一点点酒好过你去赌博啦，好爽啊，泡沫的人生，哈哈哈哈。好好唱歌，不要烂赌，就没有压力。喝酒听歌爽啊，找水哥唱歌咯。我来一首老情歌，我包全场啊，唱了1个小时的歌，出来休息一下。天气很好啊，没有下雨了。晚上一定很美的，开着灯的时候。要到你去唱歌了，欢乐时光又要开始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先好，首先我们先来说这首歌，先下去了。送上接下来的歌曲送给你，送上一首用心良苦。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能量不最美，你老了也相信。好的，朋友们，这一首《红颜知己》来送给您，我们会延续到我们的7:30为止。爱是个路口。好，一下船了，哇，好大风啊，下船，好，回家，巴黎，巴黎，回家。下雨哦，好大的雨啊！幸好我们来到船头了，不然就惨啊，淋到满身湿湿啊。坐船回去拿车，还可以拿票。Thank you。
坐船回也是没有人，只是下雨啊，淋到满身湿湿。坐在这边等船，很近喽，晕喽。哇，下大雨啊，坐船。好看的啊。Hello， 这个船放这边很多年了喽，所以叫做鬼船。家回家，晚安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晚安，回家。我、哦、还没有拍完哦，再继续拍。等下跟你讲晚安啊，因为出来的路又不一样的。下面可以坐巴士回家的，我们自己有车没事。我们来到 Central Mall。这里进去是 KTM 火车站，我们又回到了 Penang Central Mall。 去拿车回家。 OK， 在这边还钱。看多少钱？14块。我们比较贵。Please push the receipt button to issue receipt. 14块。我们的车就停在前面。OK 啦，晚安啦，真的是晚安了。